哎，先说好了啊，同样的点数，先开者为赢。可以。那就别说我欺负你了啊！一个六，两个六，三个六，四个六，五个六，六个六，六个六，六个六，三十六，压那一万，压那一万，压那一万。 一个六，两个六，三个六，四个六，五个六，六个六，还有一个一，三十七。六个六加一个一，三十七。你们衙内是赢不了的。别说赌场小霸王了，就是我们那儿的赌场大霸王，玩骰子也玩不过牌儿。栽了吧。 喂，你的戒指拿给我看看。金刚石。 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何似他们？随便你使。多谢衙内手下留情，您宽宏大量，应该不会计较这点得失吧？老娘子客气了，既然贵姐妹有如此才艺，那我就祝你们在东京大放异彩。哼！ 东京地头蛇，竟然让三个女的给欺负，让我的脸往哪儿放啊？别上了，一块办吧！您在天有灵，一定保佑我，让那三个女的早日滚出东京。